緊代表美食環浸信會歡迎弟兄姊妹同朋友喺網上有我嘅崇拜。我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開始我哋今日嘅崇拜，請大家一齊嘅起立。請聽我哋嗰一段嘅宣召嘅經文，經文記載喺詩篇第68篇19至20節。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神是為我們施行諸般救恩的神，人能脫離死亡，是在乎主耶和華。請大家低頭嘅靜默。天父上帝，我哋獻上我哋嘅感謝同埋讚美，唔單止你係讓我哋每個弟兄姊妹喺呢個疫情咁嚴峻嘅時候，你俾我哋有平安，你更俾我哋有健壯嘅身體。我哋更加能够在我哋嘅邻舍里边去为你作见证，都献上我哋嘅感谢。天父，我哋更加愿意将到我哋嘅呢个敬拜再一次摆喺你恩手里边，求你自己嘅灵就与我哋众人同在，唔会啊，因为呢个疫情咁严峻嘅时候，我哋唔能够与你有个交通。但系感谢你，因为你实在藉着唔同嘅网上嗰个嘅敬拜，以致我哋众弟兄姊妹都能够用喺家中里边用声音去颂赞你。用祈祷向你说出我哋嘅声音，求你自己，求你嘅灵就与我哋同在，施恩喺我哋嘅当中，让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心被恩感嘅去歌颂神。因为你唔单止喺我哋嘅当中，你更加愿意在我哋嘅敬拜里边，你嘅临格喺我哋嘅当中。父上帝更加将我哋嘅外教会一班嘅软弱嘅肢体献上喺你面前，求你自己亲自嘅医治，或者我哋心灵里边有忧伤嘅。恳求圣灵亲自去安慰，愿意我哋能够在主里边，我哋大家弟兄姊妹都能够彼此嘅代求。父啊，深知道我哋呢个疫情里边有好多人都未认识你嘅，恳求父上帝，你系更愿意藉着呢个疫情，让更多未认识你嘅人都能有机会听闻福音。愿你嘅灵得就与我哋同在，愿你嘅名字得着高举。求你预立我哋喺你面前个敬拜，求你嘅圣灵就喺我哋众人嘅内心里边。大大的去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请大家继续的站立。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里面，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生命圣诗446首，感谢神。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痛在，感谢神住上恩庇，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照赎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赐我安慰，感谢神赐路光玫瑰，感谢神玫瑰又赐，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盼望福祉，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数天安慰，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永远不停。我们基督徒呢，不是单单顺境晴天、健康我们才能够感谢神，我们呢在逆境里面，在雨天里面、在疾病里面，甚至现在在这个疫情的第二波里面，愿意我们都能够歌颂赞美感谢我们的神，献上感恩祭。你以你恩典恩惠与恩慈，令我在可岸歇水边，我以我感激感恩与感动，
献上我真心真诚敬拜。神啊，你恩惠像春雨，在我干涸的心停留住，用爱你拥抱实意的心，用我高声高传。神啊，你安慰环绕我，又在英允看故常同在，就算我身处死荫幽谷，为我遮风挡雨，以感恩为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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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今日读经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至第五章第五节，请大家听我一起读出这段的经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并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读我们今天的金句，金句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网上和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今天我的讲题是促进肢体相交生活，促进肢体相交生活。经文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至到第五章第五节。今天这个信息呢，是接续上一个月我和大家所分享的题目。上个月跟大家讲就是基督徒灵命的写照。当我们大家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脱离了亚当的旧造，进入基督的新造的里面。用使徒保罗所讲的说话，在上一次的经文讲呢，我们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一个新人的样式。很清楚你都讲出我们的身份了。没错，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富有动力，充满希望，他有勇气来到去迎向明日的挑战，同时亦都掌握今日有的机会，努力来到奔走天路的历程。使徒保罗来到去劝勉以弗所城一带的教会信徒，他跟他们说，你们既然有了新生命的基础，就应当有新生活的表现。使徒他非常之具体又非常之实际，跟他们讨论到很多日常生活上面所遇见的问题。
而且提出一个很坦诚的一个鼓励，甚至期望教会的肢体生活真的能够和谐，能够合一，教会的侍奉工作能够有好的发展，能够蒸蒸日上。来到今天的经文，在这个的第三十节至到五章五节，圣经继续来到去讲出一个基督徒人生的写照，以及探讨到如何去促进教会里面的肢体相交生活。而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他讨论到三方面有关于肢体相交生活的情况。我就和各位兄弟姊妹和朋友一起讨论这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圣经提及到在这个第三十节，让我读一读：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看到第一方面，保罗提及到不要叫圣灵担忧，以致我们能够发展这个相交的生活。他提醒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后边还有一个非物质的属灵世界。没错，这个是我们眼看不到的领域，但是眼看不见的很多时候比较眼所看得见的更加自然厉害。譬如我们前面保罗所讲及到，我们大家要留意去评论到，就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应当怎么做。他说当我们生气的时期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他有机可乘，趁我们发怒发脾气的时候呢，神志不清或者胡言乱语，令我们跌倒而做出讲出很多我们事后感觉到后悔的事。这个就是保罗所提及到这个属灵的世界。在这节的经文当中，第四章第三十节呢，他要我们不要使圣灵来到担忧，不要使圣灵伤心，为我们来到难过。这句说话让我们大家对神的灵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定义，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节，保罗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灵呢，就不是属基督的。故此我们很清楚见到，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有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是一个个人性的主宰，和我们大家有个人性的密切关系。我们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圣灵这个内住的主呢，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在生命当中的引导。圣经提及到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祂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当中。而这个属灵的事实是我们的理性很难能够完全尽量的明白的。圣灵圣经提及到亦都是一位敏锐的灵，祂富有感情，祂有喜乐，亦都有忧愁的。我们怎样能够使到内住的这位的圣者担忧呢？或者我们按照圣灵他的本性呢，作出一些的推论，我们就可以能够明白到这个的事实了。怎样会使到圣灵担忧呢？第一方面，圣灵是圣洁的灵，因此一切不圣洁的东西就很容易使他难受，使他感觉到不安。既然他是内住的主，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生命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他能够安居在其中。因此很容易会使到圣灵担忧，都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他是圣洁的灵。第二方面，我们知道圣灵也是真理的灵，这个是他的本性。因此一切违反真理的东西，无论是言语、是行为、是我们的心思，都会得罪圣灵。圣经时常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说实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真理的言语。因此如果我们违反真理而行事为人，也都会容易使到圣灵担忧。第三方面，我们知道圣灵是独一的灵，圣灵只有一位。既然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拥有合一的灵，因此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这种合一的精神。故此一切教会的分裂、不和、纠纷或者对抗，都会伤害到圣灵，使到他担忧。我们见到这段经文的前一节，第29节，我们提及到保罗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讲完这节之后，保罗就引述到今天我们所提及到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这件事。故此可以这么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保罗提醒教会的兄弟姊妹，我们要讲些造就人的说话，使别人得到益处的说话。因此可以这么说，言语的艺术相当重要。很容易如果我们讲错污秽的言语，或者我们在这方面不留意的话，很容易会使到圣灵担忧。各种不良、各种的破坏性、各种邪恶的言语，我们都不要说，否则我们就会使到内住的圣灵担忧。然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基督徒朋友对圣灵有一种的陌生感。如果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可以这样说，不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的事实呢？经常会使到他担忧，甚至伤害了他，以致我们减少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活动，或者他不再对我们讲说话，或者他不再感动我们，或者他不再指导我们，我们对他好像很陌生。当圣灵停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容易就会枯干，就会萎缩，而且是没法子来结出果子了。保罗在这处跟着他讲到，就是他说我们大家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换句话来说，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开始，我们得到圣灵的重生这个很清楚的记号。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救恩完全成就的时候了。保罗说我们要等候得赎的日子，信徒得荣耀的日子，信徒得赏赐的时候，这个就是救恩完全成就的时候了。在这两个时间的中间，就是受了圣灵的印记、重生的印记，同埋等候得赎的日子、救恩完全成就之日。在这段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诚诚追求奔走天路历程的今日，让我们大家不要使到圣灵担忧。相反，我们努力来去追求诚圣，实践真理，保持合一，谨慎我们的说话，使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经历那种的喜乐，使到上帝悦纳我们大家的人生。这个第一方面，保罗提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怎样来到去呢？来到去促进肢体的生活。第二方面，保罗说就是总要以恩慈相待，在这个四章31节至五章第二节，在这处特别在这个的第32节，圣经提及到有六样不良的态度、不良的行为，叫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防备，我们才能够去促进肢体相交的生活。让我来到读一读这个第31节。保罗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伤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
除掉啊！呢六样嘅东西都系不良嘅态度、不良嘅行为。第一样讲到苦毒，苦毒就系酸涩嘅滋味啊，苦涩嘅心态，带住一种好似咁讲好有啲咩嫉妒或者埋怨，甚至系仇恨嘅身份、仇恨嘅嗰种嘅成分在其中，苦毒。跟住保罗讲恼恨、恼恨同埋愤怒，两者好相近，可能恼恨同愤怒喺程度上边有分别。有啲研究圣经嘅人咧，佢哋提及到恼恨好有可能就只及到感情嘅冲动，而愤怒咧就系指到我哋抱怨或者咧系一种憎恨咁嘅心境，一种敌视嘅眼光，非常不满而作出嘅回应，呢个亦都系我哋要防备嘅情况。跟住保罗讲及到第四方面咧，就系相闹啦，相闹，意思就系咧，由于过分嘅激动，于是就大声嚟到疾呼，彼此嚟到谩骂，互相指责，相闹。跟住毁谤，毁谤就系讲人嘅坏话，背后批评。破坏了别人的声誉，甚至抹黑别人，作出人身的攻击，这个就是一种毁谤别人的情况。最后圣经提及到恶毒，或者我们中国人知道什么叫阴毒，又阴又毒，都不需要我们继续去解释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情况。当我们心有不甘寻求报复的时候，甚至恶意重伤别人，这个就是那种恶毒的情形。面对这六种的东西，我们怎么来到去处理呢？使徒保罗很率直地说，他说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第31节，这个就是消极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在这个肢体生活当中。在积极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保罗跟着就是提及到在这个第32节，很清楚地讲出，我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积极方面的行动，我们摆低了这六样这样的消极的行为，保罗提及到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恩慈相待，kind to one another， 这个的字原文的字呢是 Christos 的字，而基督耶稣基督是 Christos， 两个字的音韵很相近，很有可能就是保罗他是特别用这个的词语，而在里面的意思就是一种恩慈对人，好像耶稣基督对我们一样。因此呢，呢兩個字有可能在呢一個嘅音韻方面有相近嗰個嘅意義啦。點樣能夠存憐憫嘅心嚟到恩慈相待呢？我哋見到聖經喺呢處提及到有兩種嘅行動，我哋值得留意嘅。第一種行動，保羅提及到就係要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彼此宽恕，你宽恕我，我宽恕你，这个就是彼此接待一个的原则了，去建立肢体的生活。正如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我们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大家经历神怎样来到去饶恕我们，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自幼至今真的无日不犯罪，心存恶念，口出恶言，但是神竟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为我们付出这个赎罪的代价，上帝愿意宽恕我们。故此保罗都说，我们如今在基督里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很有意思，我们领受了这个宽恕，我们就能够有这种量度呢去饶恕别人。神愿意宽恕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怎能够不去宽恕那一位
顶撞我哋，或者批评过我哋，或者得罪过我哋嘅亲朋呢？当我哋依然怀恨在心嘅时候，或者耿耿于怀，我哋唔去嚟到去宽恕别人嘅时候呢，我哋就唔晓得上帝点样宽恕我哋嘅恩典啦。当耶稣基督喺呢个嘅登山宝训教导我哋主祷文嘅时候，佢讲完之后，佢嚟到讲出呢句嘅说话，佢话你哋饶恕人嘅过犯，你哋嘅天父也必定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嘅天父也必定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有意思嘅一种宽恕之道。既然我哋大家愿意有容神之量，我哋值得嚟到有呢种容人之量去宽恕他人。使徒彼得曾经问过耶稣，他说有人得罪我，我宽恕他几多次呢？七次够不够呢？大家都记得主耶稣答复他，七次不够，要七十个七次。当然这个数字是显出我们宽恕那种的容量，换言之就是我们要真的效法上帝宽恕我们一样，要对对方得罪我们的人有无限的宽恕接待对方。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提醒。故此这个是第一个的行动，就是我们要彼此来去饶恕，好像神宽恕我们一样。第二个行动，保罗说就是在这个的五章的一至二节，让我读一读。所以你们刚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一处第二个行动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凭爱心来到行事，存着怜悯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好似我哋蒙神嘅慈爱，领受佢嘅慈爱嘅儿女一样。咩叫做爱心行事呢？喺呢处我哋见到保罗讲出一个好实际嘅一个嘅例子，就系正如基督爱我哋，为我哋舍己。保罗佢好有智慧，佢用神嘅作为作为一个嘅典范，作为一个嘅榜样，去鼓励我哋大家。怎样来到去呢？凭爱心在教会的生活，在团契的生活当中来到去行事为人。好像神宽恕我们，现在我们去宽恕他人，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好像基督爱我们，我们现在去爱别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不值得我们去爱的人。我哋问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就咩叫做爱呢？喺呢处有个清楚嘅定义，就系舍己，就系忘我，忘记自己嘅得失，忘记自己嘅荣辱，忘记自己嘅面子，为着别人嘅好处，为着弟兄姊妹佢哋嘅幸福，为着教会嘅前途，为着上帝嘅荣耀，我哋愿意呢放低自己。舍己忘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种爱心的行为，圣经讲就好像馨香的祭物来到呈现给上帝，真的很有意思。我们是否在群体生活当中，在教会肢体工作侍奉的过程里面，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愿意舍己，放下小我去成全大我，我相信这个就是群体成长一个的秘诀。求主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第二方面，我们怎样能够以恩慈来相待。保罗提及到第三方面，就是讲到言行举止要合礼，三至到第五节。使徒保罗从舍己去到一个相反的一个的极端，提及到那个问题，放纵自己这个的错误，从真正的爱心去讲到情欲的败坏。
使徒提醒我们在教会出入言行举止要合礼，言行举止要合礼。因此他讲得很清楚，他特别在这个第三节来到讲出很多的活动我们要谨慎。在这处他特别提及到对于淫乱污秽的事情，让我读一读这节的经文。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这里所讲的合礼，言行举止要合礼呢，才能够合乎圣徒的体统。不合体统，我们说就是离谱了。中国人讲这个字离谱。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做事行事为人这么离谱。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是礼仪之邦，我们都记得在论语里面孔夫子来到去教导他的门生颜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不合礼的事我们呢不应当去看，不应当去听，不应当去讲，不应当去做。我相信这个和这段的经文都有很多相符的地方。淫乱污秽就是指及到一切在婚姻生活以外的性活动，无论是言语、行为或者意念都是这样。保罗更加上贪婪来到去描写这种淫乱污秽的行为背后那种的动机。在自己的配偶之外，若果贪婪任何的异性或者是同性，就会犯上这种的罪恶，不合圣徒的体统，很离谱。我们大家知道，在当时在以弗所这个的城市呢，是一个道德非常之腐败的一个的大都市。很多人他们敬奉里面一个的神灵，一个女神叫做阿底米，而在这个的庙宇的当中进行多种淫乱的节目，不少男女的娼妓在这些庙宇的当中来到从事宗教色情的行为，令人指法。这个是当时以弗所城的情况。在今日我们见到西方的社会色情泛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见到色情的文化是今日我们真是人类一个大悲剧，一个很难真是接受的事，但这是一个事实。不单止这样，保罗在这处继续提及到第四节，提及到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圣经很强调到这方面的情况，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言语方面提及到跟这种淫乱的行为有关的，圣经讲完全不合宜。不单止这样，保罗再强调在这个的第五节，他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婪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在这处保罗很清楚来到去再次重复第三节所讲的三样的罪恶，淫乱、污秽、贪婪。他说在神的国度当中是绝对无份子的，无份无关的。这三样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我们的心思开始，然后就去到言语上面，去到行为上面。各位，我们要很谨慎，要防备这种罪恶的言行。相反，基督徒对于性的道德，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有一个非常之正确的解释，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个就是保罗来到去重视到这个性关系那种正确性。性是神所创造的，是美丽的，是圣洁的，是善良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在一男一女夫妻的关系上面来到建立的。这个是神造人的旨意，
是夫妻爱情的表述，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一个前奏来的。所以我们为着这一方面，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为这个是神对人类的祝福。但很可惜，今天我们见到人在这方面的罪恶破坏了一切了。刚才我提到，真是这个色情的文化是今日特别在西方社会一个的大悲剧，可惜。我们见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来到建立我们肢体那种群体相交的关系。今天基督徒要起来，来到去宣讲一个正确的圣道德的观点，圣道德的价值，并且来到教导下一代我们的儿女晓得怎样来到去正视今天这个的问题。只有圣经的教训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创造圣的神才能够将圣真正的意义来到讲清楚。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表达这个这样的关系，让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守洁心清，而且口洁心清，来到去追求这个成圣的生活，看重这种的关系。我们简单来到结论，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漫长的天路历程，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生活也都是需要看重这个彼此相交这种的群体的关系。在这个的天路历程的上面，我们大家敬重那位内住的圣灵，在我们个人生活上面更多追求认识他我们的生命当中多方面的作为，不要叫圣灵为我们担忧。在群体生活上面，我们总要好像保罗这样讲，以恩慈来到相待，彼此饶恕，凭爱心去行事，效法主耶稣基督那种的谦卑舍己忘我的人生。第三方面，除了个人生活，除了群体生活，在道德生活上面，我们的言行举止要合理，合乎圣徒的体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份于上帝的国度的人士。我们深切的期望我们的教会生活能够反映天国的荣耀，而我们在这处能够尝得到永恒的实际，过着一种在地若天的属灵生命，来到活出一个丰盛的肢体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多谢林博士，感谢神透过林博士给我们的教导，促进肢体相交的生活，需要不要叫圣灵担忧，彼此相待，过道德的生活。有一首的诗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诗歌里面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进入光明，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有喜悦，在爱，在主的爱里面连结，我们彼此恩慈来到相待，因着耶稣，我们一起共度人生的风浪。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会是用粤语唱，用国语，因为这首是国语。不过呢，我看过用粤语都唱到的，如果弟兄姊妹唱不到国语呢，请你跟住呢可以用粤语来唱的。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身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的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
是耶稣创造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承担，跟着这头乱中来散，这是阻拦中来散，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承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Amen。 以下有些家事的分享。第一样家事分享就是教会网上祈祷会仍然在星期三晚七点半钟举行，详细的情形请参阅教会的网页。第二样就是在金钱奉献方面，除了是可以预先授权或直接的存款或者使用信用卡捐款之外，我们都可以使用 indirect的电子转账，详细情形可以参阅教会的网页。以下是使徒信经，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信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让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结束我们今天崇拜的祷告。我们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多谢你，我们能够有这个节日来纪念到神你对我们多方面的恩典。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你处理到生活，我们面对人生多种的挑战，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疫潮的打击，我们深深来到你的跟前，真的能够有机会继续上网来到敬拜侍奉你，讴歌赞颂你，来到藉着神你的话语，使徒保罗所讲的信息来到彼此鼓励。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一方面恳切求主保守兄弟姊妹，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个疫潮这个的真的影响之下能够有平安有健康，我们愿意来到谨慎来到过着我们这个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工作或者在家中或者其他不同的这个的地方来到去侍奉，都求你保守我们有平安，我们心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虽然未能够有机会来到去暂时做到重开，但能够藉着网上的联络电话的相交，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肢体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继续来到去侍奉我们的主，我们恭敬地将我们教会的情形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各位兄弟姊妹身心灵平安，能够有智慧得到圣灵的教导，得到圣经的指示，能够在这个情况底下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保守我们美浸今日的发展，愿意主你能够被我们的侍奉工作教会的群体生活
兄弟姊妹，我们彼此的追求成圣，你能够你的名字被高举得荣耀。我们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